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开始给自己家里菌地铺管子了，浇水用。这管子还得挑啊，还得挑，这有长短的，每个都不一样长，哪个都不一样短呗。对，我来拿一个，你放那吧。那个拿吗？给我来一个，给我来。怎么了？牙出点血病，抹点消毒水啥的。查出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回去抹点药吧。没事，整了。对，没事。那张我就脚扎了，忘了我那个谁了。你回去伤在哪？回家了那边不有那个啥吗？我奶奶那不有吗？拿那个板儿上。刚才我还过从这过去呢，好像没扎着我呀。擦擦个消毒的，我这搁酒精擦擦了，还有那消毒水什么，酒精不就消毒吗？酒精也行，行啊。这膜有的已经快长出来了，看到这个了吧？再过一个月，基本上这个上面就长满了膜，很壮观的感觉吧。现在准备用无人机给大家航拍一下。没球。